今仔日咱的节目在顶要安排介绍，就是咱的长腿姑娘小青娜妹。咱的娜妹，甲咱带来第一首歌曲《小青歌》，热闹滚滚的歌曲，伊就咱的长腿姑娘小青小姐来甲恁献唱，继续听，来。 哦，讲到声拍到变变叫，吼，你大家叹出一个台湾的。声带票。看到小姐水呢，今仔日吼，啊咧银行等伊半暝啊，忙叽叽叫。叽叽叫。嘿，会哦，那咧行面欢喜的时阵哦。嘿。咦。哦。会记哦。会记哦。嘿，啊记起来吼，厝边头尾的时候，讲奇怪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发生啊咧？因为吼，庄卡我暗时拢比较较宁静啊，啊暗时六点。啊，安尼较容易去肃静。地灵轻啊。 啊，地灵六轻吼，啊，你讲吼受精有无吼？啊，你明年就搁做老爸啊？无啦，惊着啦。惊着。我是讲，若搁受精吼，一个做老母，一个做老爸，会惊着，真正会惊着啊。系啊。系啊，因为咱突然大叫，对，汹涌大叫的时阵吼，啊，厝边头尾会汹涌吼。
精神，吓啊！怎啊精神了？想讲奇怪，啊到底啥物代志？起来顺顺看看，无代志再搁走倒去困。吓啊吓啊！就庄脚的人拢较精神啦。都市有无？都市也感觉讲没有我的事啊，我还是睡啊。可是有时候还是要再注意一下，因为足恐怖的。足恐怖的哦，因为即卖的时代吼，跟以前不一样。真的。以前的人较有良心。嘿。如果吼，就是讲吼，做差啦要提物件吼，伊嘛是吼提物件尔，不会伤害人。啊，现在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现在哦，如果拿不到东西哦，是杀人的。对，他会杀人哦。系啊。也感觉讲哦，安尼伊才有做啥物代志哦。系啊。啊，所以讲即卖时代变到真恐怖。真的。啊，我定在讲有相遇有报应。有报应。对对对，有咱心灵的加持啦。系。咱好人哦，家己有活，啊，歹人甲背后你，互咱大家安尼出门拢总会当一切平安顺遂。对哦。伫即个家中嘛会当安尼平安啦。系。哦，总是安尼出入内外拢总会当安尼行车安全。真的。大家拢做咱合家平安庆欢年，啊，予咱大家拢做会当安尼吼，健康如意，赚大钱。是。好，非常感谢咱所有来宾，谢谢你。来，即马继续过来安排。安排去水水水，谢谢。来，水水水，民生老街的歌厅吼，好，一个咱的长腿姑娘小青在做店唱。Thank you.
做小面食呢，即个做避暑的哦。即个吼，若是讲哦，无人甲拍好，伊会感觉家己一直歹势起来。啊，即摆家己一直歹势起来吼，都对家己无信心。即摆另一人吼，经济人甲讲，哎，啊，你爱去做做哦，莫啦，我唱歌拢无人甲我拍好，我歹势出去啦。哎，伊会安尼哦，伊的个性是安尼，就比较吼较避暑的。啊，即摆吼，若是有人拍好，信心满满，因暗顿去吼食烘肉。吃好饱，才过来睏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哦，这吼、哦，那是心情哦，会影响一个人哦，诶，这个个性哦，是是是对啊。你若心情好吼、哦，个性就感觉足随和哦。是。啊，如果若心情无好吼、哦，忧郁症起起来，即马就变安怎，你知无？自闭啊哦。自闭啊。你真正会咧，你真正会咧，心情真正影响咧。诶诶诶。看新闻就拢会啊。看新闻。有的就是会这样啊，再导致诶，想要新闻吼、哦、报道啦，即马诶学生啦，是大人上烦恼是安怎？功课压力大啦，系啊，还有就恐怖，还有交朋友很重要，真的，因为即马伫网络，啊伫网络拢安尼讲话开讲嘛，啊那人身攻击啊，人身攻击吼、哦嗯，啊搁有咧。霸凌，够对霸凌，霸凌很恐怖呢、嗯。学校哦，你若讲别同学，这个人缘较好，啊，这个较够画山画水，口才较好，啊，就朋友多。啊，只要朋友多哦，他不喜欢这一个，伊会招朋友哦，啊，开始甲讲伊的歹话，啊，讲一个安怎，拄安怎，啊，怎啊言语霸凌，免甲拍。免甲拍，一人一句言语霸凌就好啊！伊就精神崩溃啦。对，啊，迄当阵吼，迄、那个囡仔，我也感觉足可怜的啊。嘿、嗯、啊，所以讲，我常咧讲哦，做人就是爱人好啦，人人好啦，做人就是爱随和啦。嘿啦，像阮小青哦，大家嘛好。伊吼、哦，伊拢伊那袂输傻大姐，你知道？伊逐项拢好啦，只要吼、哦，莫欺负因家的人，伊逐项拢好。嘿，这个足够家哦，尤其吼、哦，你敢知影吼、哦？伊外国因阿爸咧，因阿爸若啉烧酒醉，啊无法度爬去你楼顶睏哦，这个拢伫咧客厅坐伫遐度孤，啊怎啊伫遐顾因阿爸，顾到吼因阿爸精神啊？知影讲因爸去要房间睏啦，伊才家己去咧房间睏啦。你甲看这查某囡仔偌大心，所以讲哦，人古早讲哦，生查某囝大心哦，真正是安尼无唔对啦。对啊，啊你吼，着你爱赶紧娶某生囝。哎，肯定着娶某生囝。你有够逃避这个问题啊！你有够逃避啊这个问题啊！不要再逼我这个问题了。我唔是，我感觉讲哦，男人要成家立业呀、啊，立业有成功的就要成家、啊。可是目前的经济很难成家、啊。为什么很难成家？你拢做戆的啦！家、啊、己一个赚无够，搁娶一个啦，赚来倒，安尼不是加加好吗？是讲唔对啦，对无？以前是倒一个讲哦。存足侪钱才来娶某，才来买厝，不是啊！以前的人拢嘛安怎，娶某来斗起家，娶一个某吼来斗赚，对无？啊，即摆吼，若欠有啊，先来定一间啊，啊，买后才打打落就好啊，对无？敢是安尼才成一个家吗？对啊。啊，你自己一个你要打拼啊！你吼即摆讲要买厝吼，至少600万起跳。你个凊彩后壁高铁个遐拢6-700万有无？现在都八百起跳哦，哦800万起跳。哎、啊欸，你甲看卖啊嘞，家己一个一生当中，我哈，你看一间1200几万咯，上少你要人看白庄园个，你甲看伤贵啊啦。对啊，人看迄，人有足侪选择个呢。人看迄是一栋个，你要人看两栋个，当然嘛，人双倍价钱，对无？真个啊，啊即摆，你若讲哦，一条钱要欠到够。再来买一间厝哦，好像很难吧？很难呢。对呀、啊，除非都要先贷款。没有啦，除非你月入数十万。没有、啊。剩10万的啦。对啦，有数十万的就买会起啊。有啦，啊你若讲一个月赚3-4万块哦，你讲要买7-8万的厝，爱欠多久啊？因为我数学无好啊，安尼欠无好。我都感觉咧，爱去足久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今日慢慢来。啊，你甲看，哎吼，唔娶某的吼，恁拢戆戆，你知无？爱娶某啦。嘿啊，你家己一个吼，像你讲吼，一个月若赚5万有无？啊，你娶一个某，搁加赚2万，一个月就7万啊。你甲看安尼生活是毋是加足舒服的？暗时搁有人通我揽要困，你敢偌啊型哦？500你够戆的。啊，你唔捌啦，斗阵就好。你唔捌啦，斗阵袂招魂啦，着了对人走啦。会用斗阵，甲咱换。啊，你若无摕钱哦，开伊就无爱插你啊啦。
你有一个月两届尔呀，功力有够歹，功力有够歹，那是无用啦。一个月才两摆，你好笑。迄天我听着讲五摆，大概一个月拢去几落摆嘞，才两摆。对咩？你有招阿明去，敢毋是？哦，爆料啊！爆料。哎，无要紧啦，反正查甫人三不五时啊，交际应酬，对无？尤其无娶某，无娶某袂要紧啦。无娶某的颠倒金，哎，我讲颠倒爱对家己较好嘞，啊。久久一次没关系哦，没关系啦。你弄久久很多次，哎呀，弄好一次没啊？弄啊很多次。是没交界呀，去来放尿对哇？放尿交界啦，哎，我就知咧。查甫人村入去找我，还阁无了解，对哇？好来，啊，即摆吼准备来唱歌，好，来什么歌？三支好，来三支好，共同欣赏。酒场浪子，
你要唱还是要叫小姐甲你唱？请主要唱呀！请主要唱吗？请主要唱吗？哎呦，大爱你要唱吗？中啊要唱啊！说来说去，无要紧啊！你看啥要唱啊？我甲你安排一个啊！嘿啊嘿啊嘿啊！酒场龙主甲安排一个，啊！你先唱，妈妈请你来保重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妈妈请你来保重，啊！爸爸要搁用，好，用啊，无落去来。谢谢。叹气，抱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欢迎老歌。好，伊就咱的小青小姐来甲你献唱，叫你听啊。有没有找到号码？6554。好，6554哈，来麻烦老师输入一下。哦，这个记忆偌好嘞，人嘞号码拢甲记掉嘞。哎，你记忆算足好的嘞。哪有？你若我，我也袂记嘞。来，妈妈，请你也不丢。感谢着咱的小青美女，所来献唱，即马继续。